中心大学康桥第一排永久动距宜居宅开价三字头。美丽的水岸绿带，环境宜人，一眼望去无限动距，心旷神怡。这里是台中大里汉溪，在大里康桥计划整治完成后，丑小鸭变天鹅，臭水沟变成美丽河溪，沿线水岸环境宜人，吸引不少建商卡位。其中允匠建设相继推出允匠康活、允匠康博，今年再加码推出三期代表作允匠康城。允匠康城面康桥计划绿带第一排，基地1022坪，建蔽率只有33%，规划零店面纯住宅，周边多低矮建物，享有无限动距河岸景观，户户享有采光及大动距视野。基地属祥兴路生活圈，位处大里东区南区核心地段，交通依赖古光路、中民南路、台74线等连外主要干道，生活机能便利。周边临近中心大学以及河岸绿带，休憩氛围十足。规划两栋地上15层大楼，标准每坪5至6户，朝南户可享河岸第一排，绝佳视野。格局2到4房，每坪33至34万元，创下当地新高价。主推3房双阳台，卫浴开窗，含车位主力总价1300至1400万元。疫情期间加码推出签约送8大家电，2房也已销售一空。结构建材配备大升级，几乎是周边首购建案最顶规。彩带云发 AlphaSafe 住中住系统，室内标配 VAF 智慧洁净气流，可过滤户外悬浮微粒有害物质，同时排出室内的脏空气。全动采 BWT 净水系统、活水装置、居家净水器共有3道滤净装置，门窗则采用日本进口3斜铝门窗，具高水密性、气密性。门厅1楼挑高，正临祥兴路，采2进式设计，隔绝户外喧嚣，规划交谊厅、多功能妈妈教室、儿童游戏室及健身房。最特别的是采双面落地大窗，引颈入内。他们说他们全家里都有30以上。我觉得那边的生活机能当然是比较偏向中心路的商圈嘛，在中心大学这一带比较新的房子啊，大概像真的不多，生活机能当然还没有那么好啦，因为毕竟还是要往学府路这边来，或者是要往那个中心路那边去。